基石路宽度进行发电，在后观光要同观光推广国产菜的利用。林保处发电分处托公布乡太农太富平用三纳电器，打造发电头一座，综合系用国产族创造的台版亚洲艺术品。那么当地的马太安实体，在很多年来没有民众出现不仅巴拉高生态做五法，结合观光对外联系，维持好把生态都中心的重要。共府乡面积有1200人贡献的台农台富平提升那燃气，有20人种台湾原生种植物。列出外县上海山主的两天提景，是艺术家用彩提的竹子老树吹掠到，是环保和卡做的再生的天然资源所创作的，其用之后会变作生那了油的新基体。这次是用我们国产的柳杉跟国产的竹子哦来做那个艺术结合，来结合创作。园区它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国土绿网的一个生态廊道地方，所以我们是利用在这里所出现过的这种生物，做的一台一台一台传人下去，我哋来游客，佢系来到了，佢话哦，也欢迎当好做的料，做的吸粉，啊，即系达到嘅嗰种系。哎，你讲哎，永续经营的目的。哇，这里很多啊。唔但强林业，好吧，也会永续。功夫菜体马台温食体，最近今年由阿米普罗出演，推展该传统巴拉国生态种鹅风范，系利用树巴竹叶掠到环境回吹，从草好巴都鹅下岗历史该食体，作态变色，维持生态循环利用。这也是一个生态啦，也是要把小鱼，还是要给它让它长大，维持那个溪流的那个运作，还有它们生长的环境。以后让它们长大之后，当然大一点，我们就可以食用嘛。就蛮特别的体验，然后我觉得自己好像真的是在跟大自然有一体的感觉，因为这个捕鱼方式其实对从老师的教学来说，知道是对大自然环境是比较友善的。法联重新推广巴拉国文化发展实体休闲，韩卡认为天灾交通受创，偏生燃气通过今年有行业数到去年同期类比已经下降超过73%，所以加强多用生态文化发动来建立有效信心，进一步推广环境教育。下个新闻，翁小琪法联报道。